县土库镇的一处民宅厨房在傍晚5点多发生了起爆，造成了一名83岁的妇人全身多处的灼伤。先带你来关心目击民众的说明。到场之后发现现场玻璃已经碎裂，消防人员立即将瓦斯桶移出。现场发现一名女性伤者，年约80岁。共有20%的一处灼伤。消防人员表示，当下接获通报就派出了6辆消防车、3辆救护车，一共16人。爆炸的地方位在1楼的厨房，2楼是铁皮钢构，而受伤的80多岁妇人则是送往医院急救。至于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还在调查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